여세짜고보고지금이싱거워떠야돼요떠야돼요도시아빠对啊，啊你那个要张仁兴识噻？哦，就隔壁隔壁识噻啦。迄个时阵我都好好看了评选，第一找张仁兴麻烦，而且张仁兴离开隔壁店无外久，就有几个黑衣人想要甲伊掠走，我就出手甲伊斗相共啊。真正有故事，评选在针对张仁兴，介绍那是怎样？哎，咱先看恁酒。秀华，秀华，你即摆状况安怎？有要紧无？唔是真好，啊，唔讲唔是工作问题，是我甲恁阿姊仔的问题。你讲阮姊仔是安怎？我着无做你后，了恁姊仔生气啊！有啥啦？紧替我讲几句好话，叫恁姊仔原谅我啦。啊，代志若是成功哦，管你要食啥物，你要买啥物礼物。以后都不要你。姐啊，你看姐夫啊，现在就算说全身骨都是伤，都已经大医院啊，不过他舒舒凉凉的，就是得到你的原谅。人说心病就是要心药医，你原谅他啦。佑顺，你不知头不知尾，不要让白替你姐夫求情。好、姐，你看，你搁知影伊是我姐夫啊？安尼就表示讲，你心肝内还是有伊的，对吧？姐啊，你有看在我这拄啊转来，而且姐夫搁这样照顾我，今日搁差一点啊，为着我失去性命。人生苦短，那真正有啥物所在袂得过？你有看在恁小弟的面子上，莫搁甲伊计较。优生，阿江话你来过来边，来找你姐夫啊？不是，我想要找的人是你，梁青川。你不是优生 ？Do you miss me？ 啊？袂歹嘛，咱十几年无见面。你可会当一看就知影我是啥？真正是老崩老，目屎还是真花。麦吉多，多是无洗目睭呀？你想要从啥？你免烦恼啊，咱十几年无见面啊，我当然是想要找一个所在。我好跟你开讲，我俩以前的代志啊。好，我会照你的意思去做，别激动嘛。啊！
你安尼真正是无乖哦。现在没人可以交流，我们的两人世界啊。 Let's go。